看看新闻网。在2月21号呢，加拿大的摇滚天后艾薇儿带来她独一无二的朋克摇滚风席卷上海。那根据了解呢，这场演唱会呢还得到了喜力和我们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鼎力支持啊。这喜力呢和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还签下了5年的合作协议啊，使得喜力有机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精彩演出。那么说到这场艾薇儿的演唱会究竟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呢？我觉得还是要到演出的现场去看看。当晚摇滚天后艾薇儿在上海激情开唱，也借此开启了她今年在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的序幕。虽然当晚演唱会推迟了近半个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到粉丝的心情，上座率超过90%。我非常爱她，希望她也非常爱我。喜欢他多少年啦？7-8年了吧。我希望他唱 Hello Kitty。女神应该是猜到了歌迷的小心思，演唱会一开始就演唱了这首古灵精怪的 Hello Kitty。艾薇儿的中国内地演唱会不但有中国粉丝热情捧场，你看这里还有为艾薇儿疯狂的美国 fans 呢。She's so pretty and her hair. She's awesome. I love you. It's my same height. 5'1. 哎，这位，你是赞美偶像还是接他的短呢？记者了解到，此次艾薇儿将在19天内跑遍8个一线城市，这也让中国成为艾薇儿本次全球巡演最多场次的亚洲国家。虽然是如此高强度的演出，但还是请小精灵艾薇儿一定要把可爱、性感坚持到底哦。娱乐新天地，艾薇儿的演唱会真棒，上海采访报道。